今天特别准备这种特别的慢食碗，然后里面可以放各种点心，然后看看婆婆喜欢吃哪一种。里面有地瓜、鲑鱼、起司、燕麦饼干、番茄小馒头、鸡肉燕麦、鸡肉干，然后中间是火鸡肉、三椒泥，然后起司。反正里面有两个妈妈手工做的，看看她喜欢哪一个吧。来来来，你喜欢哪一个？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最喜欢妈妈的鸡肉干，最喜欢妈妈做的鸡肉干哦。你最喜欢什么？哦，原来喜欢地瓜。这是鲑鱼吗？不是，还是妈妈喜欢妈妈做的。好，跑去吃她最爱吃的肉泥了。那她最喜欢吃的肉泥口味，我鸡肉三椒。嗯，要把妈妈做的都吃掉了。哦，他应该跑去吃他喜欢吃的番茄小馒头。哦，现在在吃起司，起司蜂蜜燕麦。哦，你后面吃的很乱哦。后面都没有一定的规则在吃，气死了，然后后面才吃的。我最近的反而没有先吃，让妈妈很意外。肉泥是因为你要花时间，所以放在最后吃吗？看到一个头，他都已经吃完了，现在应该都只剩那个肉泥而已。他肉泥也吃掉了，其实都吃干净了。然后这个是不会移掉的，它下面有吸盘可以吸住，所以不会跑来跑去。然后看来婆婆很喜欢这一个慢食碗哦。没了，你吃完了啦。他还在走，你吃完了。好吃吗？给大家听狗狗声，咕咕咕咕。都吃光光了啦，吃光光了。哪个最好吃？哪个最好吃？哪个最好吃啊？好，那今天影片就这样咯，拜拜。